有有题，今天这个主题的这样子，我的主题是中 mobile app 一点不难，可是也没有那么简单。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OPOP， 那我是 Postcard 的麻瓜，也就是我还不会写程式。那我在 mobile app 有五年的经验，不过是 planner 或 PM 的经验。那目前在一个 startup 公司是挂 CEO， 大家知道 startup 公司就是，如果你不会写程式，如果你的贡献度不高，你就负责打杂，那就是 CEO。然后我是GNB 打 TW 的发起人之一，不过我也负责很重要的工作，我掌握了 GNB 所有的生肖大权，也就是名声，所有 GNB 的食物都是我负责准备。好，那最后有一个头衔可能是 developer， 我这个就迟疑，那讲完以后再看是不是个 developer。 好，那我首先先破题说做 mobile app 一点不难，这个题目是讲给本来不会写程式的人的。毕竟抢 Costcup 票还比较难嘛，所以我就为了不用抢票也拿张证。这是一个关于 Costcup 的故事，是由 Costcup 创造出来的故事。在 Costcup 之前我是个 planner， 之后我是个 developer。 那现在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Costcup 教我的那些事情。下面有一个删掉的线，就是其实这场女生还蛮多的，然后我本来是一个不会写程式的女生，然后其实我今天也带我们公司的 planner， 她也是不会写程式的女生，希望大家听完这场以后有更多的理由来带不会写程式的女生来 Costcup。 那Workforce 成真其他不会写程式到开始写程式的女生。在2010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年才打 Costcup， 我是什么东西都听不懂的，但是我发现这个地方是能够见证台湾网络发展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才知道台湾网络圈到底在干什么。不然就像昨天应该是只有高说的吧，有一些公司他根本不知道 Costcup 是什么，他不知道 Open Source 是什么。对，那大家就是2011年是我第二次参加，那时候我大部分还是听不懂，不过开始有一些略懂了，毕竟我也是在 Mobile App 当 Planner 的。其中有一个主题是 BOF， 那个叫做 APP Event Show by Gasly， 这是同一时段，他应该在另外一个房间也在讲 talk。 那这个 BOF 影响了我的之后的生涯。那时候是听说 APP Event 是一个不用会写程式就可以写出 APP 的工具，然后就很开心啊，所以就真的去参加，然后前一天的 study 加当天的 Headstone 真写出了两次 app， 不过大家有看到我是靠伙伴的。那 Gasly 做一件非常引起我的求知欲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奖品是Android 小娃娃。那时候我在好多 Android conference 我都抢不到这只娃娃，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写了 app， 真的一切都感谢 Gasly 给我的求知欲。那时候上传两只 app， 然后其中一只 app 是台湾夜市，下载量还不错，一周就破5000，然后回去跟 Gaten 讨论蛮多，然后就分享一些资讯。在那一只 app 我还是靠伙伴的，虽然说功能很简单，但是我接下来就开始用 APP Inventor 自己写一只 app， 然后上了书。看到被刊登在杂志或者书上的时候，我其实很 surprise， 然后可是感觉并不大。那时候我只是为了自己有这个需求，所以写出了这支 app， 叫做台湾肯德基优惠券。那时候只要每个月维护一次，因为大家知道优惠券不可能每天都在更新，那我就每一两个月更新一次，自己用别人用。那时候有肯德基有10元小薯，然后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但是半年后APP Inventor 暂停服务，它从 Google 的手中交到 MIT， 也因此我的开发生涯一次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了。那可是还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以前其实我觉得我的开发历程一直有一些被刺激的因素才有办法继续做下去。那就是那时候的主因真的是这个，真的是VPON 的现代 developer 的那个沟通者。那他自己同时也是部落格 CJ， 那这是他写的书。那也是因为看到就是科技部落格写的我，然后还有下载量也不错，所以我就用 Eclipse 写，用 Java 写出 native 的 app。 那是我真的开始写 Android app， 当然还是要靠伙伴。
然后其实 App Inventor 比 Eclipse 还要难不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不过我觉得 App Inventor 还是一个非常适合看不懂程式码，觉得程式码一行一行很恐怖的，看图片可能比较简单的人去入手。那所以有这两个经验以后，我之后写出程式就还蛮顺畅的，陆陆续续写了三五支吧。在去年的时候是我第三年参加，那去年跟森林在聊 APP Inventor 的时候有讲起我的事，就当年有个女生居然不会写程式，可是在那个 BOF 的时候交出两个作业，她就很 surprise。那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认识一马猫，认识 Wolfos， 是台湾女子自由台湾自由女子开发小组。那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跟一马猫聊到说，我要用 Inventor 写程式。他是在那个师大当，就是研究怎么教小朋友写程式的研究所的人员。那我们那时候有聊说，啊，我们之后可能要就是稍微讨论一下，我们那时候我居然可以做从不会写程式，然后居然可以写程式这样子。然后不过在我还没有跟他约的时候，我就在2013年今年年初写了台湾美食游的 App。那这支 app 呢，下载量是三个月多，总下载量破百万。我有大概三五支 app， 总下载量破百万。那这支 app Android 版本的单支下载量目前是60万。这是一支20小时就写完的程式，而且是麻瓜花24小时就写完的程式。可是它的下载量应该比很多资深的人员还要漂亮。那 user 的 feedback 其实也不差，因为大家都觉得，其实这比较贴近他们的使用习惯。好，刚才这个数字，然后我 iPhone 版不是我写的，这是我后来请朋友协助的。不过他在 iPhone App Store 是第一名中。不过我用一些小手法，因为我知道他会在第一名的时候。我知道 iPhone 的排名机制是完全靠下载量的，所以我用了负面行销让它维持在第一名中。那这个 app 对我来说，个人面最大的影响也许是我每天都有收入，每天都有 income。那周六周日的 income 还比平日还要多。我等一下会分享我的实际收益数字，所以我必须说。Cost Cup 真的让你人生，让我的人生不一样。我希望也可以给其他女生。第二章，我刚才说好像很简单的故事，我想要说，其实做 App 并不简单。尤其对于会写程式人来说，自从我真的简单 App， 然后很多人就跑来找我说，哎，我也有 idea， 然后我要做出很顺的 App， 然后大家都下载，最好之后还可以卖钱。不过我听了半天，99%的人都只是想把网站在做的东西搬到 App 中，他觉得把网站搬到 App 中就有很多人使用。也许是我的案例不好，我的 App 上架确实在2周内就150000下载，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只要上一次 App， 2周内就会有150000下载。但我必须说，那时候，右边是我跟王力宏去新闻局提案提他的 App， 那左边是我的 App。我的 app 是应该是今年年初上，它好像更早一些，但它 app 我前几天做这份 stat 的时候看的时候，它还不到10000次下载。你有王力宏帅吗？你真的认为你的 app 可以上架就很多人下载吗？我觉得这是迟疑的。虽然说左边那个案例就是有2周150000下载，但是王力宏的案例大家要注意，就算是王力宏他一样，下载量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很多人也会抱着很高尚的理想，说没有赚钱你要做 APP， 因为这个 APP 有用的就可以卖给别人啊。其他网站都是这样卖出去的。我会跟大家说，在创业圈大家都知道 idea 是不值钱的，最好 idea 多多跟别人分享。那我也是出来这4-5年以后才觉得这件事 是有它的道理在的，然后我现在开始。有点就是在批判的角度去看别人的 idea， 那也许这件事情我现在说出来大家还不会认同，那我希望我们可能2-3年后的 Cost Cup 再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不过我现在就我目前的结论来说，我也认为 idea 是不值钱的。那我会希望大家做 app 的同时，无论是正职或是兼职，你都要养得起自己为基本条件。原因是因为
你的 app 要有你活下去，它才活得下去。那你要搞清楚你做 app 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的做 app 的目的是量，量很大，像我下载量可能是百万，名气、名声，像某一些开发者，他就是名气大了，所以他就可以去很多地方 talk， 甚至担任评审，这是名气，没有量没有钱，我认为是有它的价值。那最后一个其实是开发者界最认为，最正要的成长的，你做 app 就算了，你还要能够靠此为生赚到钱，这其实是开发者界最。人最高的地位。那昨天我在同一个地方听 QNAP 演讲，他们就鼓吹大家帮他们用他们的 API 做一些 app。 那我希望大家在做 app 的同时，你要看到你自己将来可以在这个app 中得到的是什么，你要有它的目的性才去做，才会有价值。那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些 idea 不值钱啊，然后那台湾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有技术不赚钱的时候，台湾的业界的确开始一波代工风。在以前 Web 代工时代，就是便宜的做出一个网站，然后 release， 这在 Web 是好像5到10年左右都是就开始平淡了。那在 App 的这个周期更短暂，大约是2年的时间，它就是风起云涌，然后再来等一下来说。那就跟 Web 一样，大家都会因为就是学生就会写 Web， 学生就会写 App。所以学生会有跟你削价竞争，学生削价竞争就算了，业界也在削价竞争，那就变成不削价了，我们来免费竞争吧。然后再来就是各个品牌厂商都有了 app 以后，他们发现效益不高。出版业大家以为电子书然后电子杂志纸本的已经赚不到钱，大家转成电子应该至少有一些就是赚头吧，噱头至少在的，结果发现出版业通通都没有钱做 app。 艺人嘛，刚才王力宏，其实他们他力宏已经是最有预算的，那所以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他 app 艺人就算在大陆怎样知名度怎么高，他们做 app 的预算一样是非常低，他们的 resource 分配他们不会认为 app 对他们是有意义的，所以艺人是没有预算做 app 的。企业呢，我之前前公司是台湾曾经台湾最大的 app 代工公司，我那时候去就是各大企业，譬如说台叉叉所，然后或是各大金控银行，然后去跟他们抢案子。我发现每一次出去，我明明就台湾 app 公司明明几家，可是每一个案子都有5到10家的信用整合商去抢案子。然后倒是你可以入选，一不是你价格特别低，二就是你 sales 特别正，三或者是你跟他总经理有关系。就是那个主因，所以你就算你特别正，或者是跟他总经理关系，你的价格也不可能高，比别人高多少。所以企业真的可以把厂商，就是尤其开发公司的成本压制最低，然后效益发挥最大。所以到了市场取舍阶段，2012年 APP 公司在台湾其实倒了一半。这个是有那个VC 所说的数字。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中旬，我也跟台大资工的几个朋友，然后就我们去学长家喝酒，然后半夜就坐着聊台湾软体公司到底要怎么赚钱啊。我在这边不敢打开纸质的文字，我们的结论是不能，但我这边写的太难。我们认为在台湾软体公司真的太难赚到钱了，所以我就来说 Mobile App 到底应该怎么做，可能不是钱，可能是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来讨论 Mobile App 到底要怎么做。既然我又说难又说简单，好，那一样是因为我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不会写程式到怎么会写程式的，所以我先写给不会写程式的人，你应该怎么做。请你构想一支你最需要用的程式。你在写程式之前，你应该会譬如说你有 iPhone， 你有 Android Phone， 你开始下载一些 App， 然后去看其他人怎么做，然后再会想要写程式。所以你有了视觉上的经验，使用上的经验，请你构想一支你需要用的程式，是你自己而且很需要的，而且做得到的，一天内做出来的 app。 一天内可以做出什么 app？ 对一般人来说，我会认为你可能是一张图片，可能是你的自我介绍几行文字，甚至像我那时候是做那个一个 list， 然后点出去发一个问题到 Google Map 其他 research 出来结果。所以这是一天内最简单的
app 做，请你在规划这 一天内就可以做得出来 app， 就算你没有经验，可是你的规划内容只能是一天。我知道这样做很难，可是你如果一天做不出来，你明天就不会想碰它了，所以你必须在一天内做出来。如果当你发现有些程式奇怪的地方，毕竟本来是看某程式码的嘛，当你不会的时候，一上网 Google 真的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据说有很多工程师连这个能力都不够，所以当我们不会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上网 Google 一下就比一些程式工程师还要好了。那我会其实我还动用了那个就是求援二，我请了那个我的好朋友，然后他本来就会写 app 的，所以我问了他，应该24小时中有2到4个小时是要问他问题的。但工程师就会很不爽，他说：“哎，你这个白痴怎么会这种简单问题要我？”所以他直接帮我下去写 code， 啊，他就有几行的 sample code 可以让我之后复制贴上。我搞懂他的机制，然后之后都会复制贴上。所以其实他们只需要2到4个小时就够了。那你也不能去问他，不然他会整个跟你翻脸。如果你已经会写程式，请你规划一支一样是你最需要用的程式，而且是你自己最需要。我希望你考量到别人也会需要这件事情。再来是你已经会写程式了，我希望你让它画面舒适，因为你是要给你妈妈看的，给女朋友用的，或者是给你的侄子，别人的女儿玩的。那请要画面好看一点，使用起来顺畅一点。然后呢，既然你是 RD， 其实我知道。RD 都有一些非常特殊，应该是说他们一整天 coding 的时间理论上不超过4个小时，所以我就想啊，既然不超过4个小时，那我就定一个时间是你们半天做的完。这个做法其实我后来有实证过，就是你们半天是做出来一支很不错的 app 的，所以请你们规划一支半天都做得完的 app， 我不想烧你的肝。哦，为什么要半天呢？因为你的功能才会最精简，你会把所有不需要的功能给它删掉。而这些功能才会是必须的，才是别人想看到的。那我也希望节约你们的时间体力，因为平常高定时间都很长了，没有必要花这个时间。所以这其实就是台湾业界很现在算是还蛮风行的 Hackathon。我希望你用一个 Hackathon 时间就写出一支 app。那有些人去参加 Hackathon 是拿3个月的成果去参加 Hackathon 的，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在1-2天内真的有一些不错的成绩可以在Hackathon内诞生，所以请就是想要写程式的会写程式的人给自己一个小小的Hackathon，而且这样出来成果别人才会用哦。那我来就是直接分享案例给大家听。这是2011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塑化剂起云剂的风波，那我就看了新闻，跟我们公司的 RD 提个案，说我们来写一支 app 吧。那实作结果很简单，就是上面那个barcode的部分点下去，就扫饮料上的barcode，然后问资料库说这个饮料有没有毒，然后回传告诉你说这是有毒或没毒，或者是我没有这个资料。那时候短短也是2周内，就是13万人下载，但是我今年的13万跟2011年的13万是差距非常大的。那这支 app 是我有我规划，有我的内容都是我，然后资料库 app 是由 RD 制作一个人而已。这支 app 总共花24个小时，然后上架，然后隔天就是在上新闻这样子。那这是第一支 app，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支 app， 而且功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第二次的 Coast Cup， 我参加了就是 BOF， 然后做出来的台湾夜市列表是前一天的 research 加上当天的那个 Hackathon， 总共花12个小时得到这个小绿人结束的这一份。那在同年，我就去我就开始写 app， 第一支是肯德基优惠券，原因是因为自己需要，然后别人也会需要，我就开始写。第一支 app 花24小时，之后每1-2个月再花一些时间每天。第二就是真鲜，那时候其实真鲜理论上比肯德基更容易，为什么还是花24小时？这支 app 的内容是有一个画面 app， 然后中间有个小 icon， 点下去以后把优惠券放到最大，就这样没了。但是花了我24小时。对，就是，也许是两个不会写程式的人听，其实你本来以为很基础的功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有这两个案例以后，我开始写麦当劳、写星巴克，都用之前的 code 再稍微改一下图片而已，所以就还蛮快的。然
后还有21世纪加急。那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架上有一个人把我刚才那5只 app 合成一只，然后就下载两个还不错。然后我就发现，哎，他的界面实在让人不太舒服，然后我就决定，就用花了24个小时的时间，前5只是我本来的 app， 后面再把它收集而成，然后就变成了这一支在年初上的台湾美食优惠券。但是我点进去以后是点到一个 web， 然后还有它 web 是需要有人 maintain 的，所以需要 editor。那我用了所有 RD 都不会用的方式，我用了 Google Doc。Google Doc 是一个全世界最棒的 editor， 然后也是免费的 server。我就用它的那个 publish， 然后就到 app 内，每个 icon 点下去都是用 Google Doc 的那个 publish web， 这样就是一支 app。20小时内，你有可能跟厂商沟通吗？不，当然没有，我全部都 research 来的。然后，不过虽然说我只花20小时完成这支 app， 不过我光是微调版面，让它的水平分散，然后加search map 小功能啊，然后等等的，就花了3倍时间。所以你不用愁你的时间没地方花，因为你一定可以在之后花出去。啊，这就是这支 app 成果分析，因为它是我的需求，它是很经典的功能，它的操作非常直觉，它的画面还算 OK， 所以这就是业界上常大家重视的使用者经验。所以我告诉其他的 programmer 说，请你写自己最需要用的 APP， 这是你的优势，这是你跟其他大厂商竞争的唯一优势，因为你是你自己需要的，而且半天做得出来。那最后，我要说，希望大家加上这个要素，最好你每天都会想打开，而且别人会想打开，原因是因为有营收。很多人会想说，我要做免费的 app， 然后跟使用免费 app， 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不想要跟使用者谈收费，或是有些人他是很认真的想要跟使用者收费的。但我认为跟中华文化使用者谈收费真的太辛苦了，千万不要这么做，除非你的那个 target user 是欧美或日韩。所以我推荐大家，有点在帮昨天 VPOM 打广告，我推荐大家放广告，然后而且推荐大家用台湾 local 厂商，可能就是 VPOM 吧，还有其他几家。原因是因为我在今年，其实我做 app 一个目的是我想要，当然是自己自我满足，二来也是我想要观察台湾 mobile app 的广告动向。那VPOM 它的广告到后来有 SK2， 然后华纳威秀德的广厂商上架，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刺激台湾 mobile app 的成长，这是一个要素，广告商愿意重视 app。 好，然后接着我就直接拿 VPOM 的数据，在去年的时候 Android 的数量大约是iOS 的流量的1.5倍，那影音类、娱乐类、社交类是大家所重视的最常开启的3个 app。那如果大家还没有明确目标的时候，也许可以多看看这些需求，别人的需求应该也是大部分人的需求，可能也是你的需求。不过呢，有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就是百万下载量，其实这些 income 是养不起一家公司的。我的 mobile app， 我的那个台湾使用会券每天的收入是1500元台币。对个人来说是很多，对一家公司是不够的。那它是百万下载量，所以我来聊一聊 mobile app 的未来。我现在是一家公司的 CEO， 我们在去年年底成立，目前有11个人。那因为我看其他人喝可乐有炫耀，所以我要炫耀一下。喝不完的饮料可乐，然后喝不完基金，而且下午茶也是会一直来，还有 TGIF， 因为我们公司有点随着，就是我们 CTO 是曾经待过 Google， 还有要求那个所有东西福利制度要比较 Google。然后我们公司还有这是我们第4号员工，他是一只狗，他叫糖糖。那他每天都会在公司，他的责任就是睡觉。那这是那个炫耀图。然后我们公司呢，其实一开始是做蓝牙整合的，做了蓝牙4.0的 app， 做了 P2P 的硬体，因为譬如说 IPcam 这些东西，它的流量成本是高的，那我们不希望过 server， 就全尽量采用 P2P， 所以我们用 P2P 技术，到 IPcam 到其他机器，然后连到 mobile 用 mobile 的形式，那所以。在 IPWorks 这一届，我看到很多3家厂商他们做软硬整合，那我从去年就开始做了。但软硬整合好像是一个新的议题吧，
但我会告诉大家，软体其实对于硬体厂来说，它是硬体的零件，而且只是他们不能制造零件，所以零件应该是很便宜的，他们就是几毛几毛在给你砍价格，这个效益是落差，你的期望效益跟他们付出的效益落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公司呢，目前是采用既有技术，然后继续创新。那在去年的时候，公司还没有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去参加 Hackathon， 跟 CEO 高大神啊、科比大神，我们去比赛。我的工作是让他们随时桌上都有食物吃这样而已，然后他们就负责采购的，就跟现在 GMV 一样。那所以这是 GMV 诞生的原因，因为我们去年参加 Hackathon， 然后有 GMV 这个临时政府反政府组织。然后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接下来我讲的两个比赛，就是我们都拿不错成绩，可是我都不在台湾，我都非常感谢我们台湾的。然后这个是 Samsung App 比赛拿到第一名，我们就做花了两周做 brainstorming， 然后应该实际上只花了一周时间做出 App。然后这是 Idea Show 今年的，虽然说 Idea Show 是一个风评非常差非常差的比赛，不过在今年老实说，以前还有 Mobile Hero 啊，还有什么什么 App 比赛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还是去参加 Idea Show， 然后用一个产品得到评审奖。然后这个产品呢是一个 3TP 的 US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 1TP 以上的 USB 哦？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 USB 其实是一个免税店的石油鱼，然后让你。昨天我听到云端简单容，就是用一些很不贵的设备，大概是就是8G RAM， 然后 CPU 怎样怎样就可以当 NAS，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家有电脑就能当 NAS。然后呢，其实今天主持人是 MStar 的，我们做了跟 MStar 有点相似的 solution， 我们是跨 OS 远端操作，你可以说它是 TeamViewer， 你可以说它是我们现在有虽然有一个小噱头是 Smart TV Controller。那它跨 OS， 我们可以 Windows、iOS、Android 都可以云端操控，跨 device、PC、Android， 甚至电视，跨操控方式，你以前电视你怎么去用手指来点，它那么远，而且它没有触控，我们用不同的操控方式去跨越 OS。好，那时候我们公司目前在做的事情是保持技术优势，承接高价值、高技术、高难度的专案，还有好玩的专案。所以，其实我们公司目前最大一个客户是 Google， 平均每个月都有一两个 cas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有的没有的议题上。然后我们公司就是我会说我们是一家软体公司啊。老实说，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好好解释说我们在干嘛。每次都要再解释一次。我说 POP 播，然后IRC 上都可以找到我，无论 Cost Cut 都会 GMV。那下周是 GMV 的第四次，GMV 的第五次，但是是第四次聚会，因为 GMV 是从零开始的。然后我会负责准备很豪华的食物，如果有报名的人就恭喜你，食物会比上一次更多。那没有报到名的就不好意思，如果还有空缺名的，大家可以去抢。然后请大家多支持 GMV 这个反政府组织。